凡是第一场球赛，小朋友都比较难适应。那当然，今天从头到尾啊都没有进入状况啊。今天如果我给他们打分40，打到40分呢、啊？啊，因为我们的球队球风不是这样子，完全是宕机啊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最后逼不得就要变成守半场钉了。啊，刚好守钉的时候，找人也是宕机啊。啊，还有刚好最后的紧要关头那几颗外线有投出来，啊，不然对他们来讲，因为可能是对蛮多次的啦，之前都赢了很多，所以心态上可能就比较怠慢。这是我们必须要马上改变的方向。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了，不管是网络上，是往外面的风声，都说我们是今年度 JHBL 的大魔王。但是越被讲大魔王之后，越要谨慎。但是小孩子啊，毕竟他是小孩子啊，有可能就大头症啊，啊再来又心态问题啊。所以我刚刚讲，所以我们这个在今天晚上必须马上要改变的方向，不然明天比赛还是一样照常进行。